今天晚上的第四次公演，巅峰冲刺夜将决定21位哥哥谁能冲刺到最后的冠军之夜。接下来有请人气助理官温雅、人气助理官张萌以及他们分别助力的谭健次组哥哥们，还有李文汉组哥哥们全员登场，有请。姑娘们，姑娘们，别着急，省点你们的嗓子啊！今天晚上你们要喊一晚上的啊！别着急，嘘，来，接下来。姑娘们太可爱了，谢谢谢谢你们的热情和激情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女神助理官介绍本队的哥哥，以及为自己本队的哥哥们拉票。薇娅，开始吧。啊，我看到大家热情，我瞬间觉得更热。是是是。其实我们这个战队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战队，因为有帅气的谭健次，风格多变的应小天，唱跳俱佳的傅龙飞，阳光可爱的武嘉诚，还有憨憨男神李泽峰，全能舞者丁泽仁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温雅的介绍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人气助理官张萌介绍他的哥哥们，以及为他们拉票。大家好，我是萌萌子，你们好吗？我发现哥哥的场子跟姐姐们确实不一样，真不一样哈。就是他们一直在呼喊，然后哥哥们就这样。就是他越这样，然后我们的观众就越热情。姐姐们，我们上来都是宝宝们，你们好吗？有没有想我？然后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可以助力我们文汉的这个队。然后我们里面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七位哥哥，有我们文汉、小东哥，再大点声，还有志鹏哥哥，还有杜淳哥哥。绞肉丝的猪腾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包子，帅帅的包子哥哥，胡笑哥哥，苏醒哥哥，宝宝们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他们的准备特别特别的棒，所以你们一定在看的时候，除了你们欢呼以外，不要忘记投票，好不好？爱你们，加油！两组哥哥们在人气助力官的加持下，都有了新的表现。两队哥哥赛前有什么宣言的话，跟对方哥哥说一下吧，来吧。今天这个表演，东哥将缺席。东哥昨天，真的是练到了早上6、7点钟，他一直都有眩晕症。我们团队的成员们都希望他的身体好起来就 OK 了，我们这次替他追光。好，来文汉队，我们拼尽全力。拼尽全力。好，接下来我把今晚的规则说一遍啊。今天晚上的公演舞台，我们将开放10个进入总决赛的席位，在场的14位哥哥，谁能有机会进入总决赛，又谁将抱憾待定。本轮舞台公演除了200位大众评审有投票权之外，现场还有15位来自媒体评审。本轮公演舞台共分为3轮对战形式，分别是双人合作秀对战、个人蜕变秀对战以及7人合作团秀对战。3轮对战，哥哥们所获得的分数都将计入团队总分，最终总团分比较高的团队将获得6个席位，较低的团队只能获得4个席位。而7人秀合作团秀中，哥哥们的个人分排名也将决定每组进入总决赛的哥哥人选。两个团队中最后4位被待定的哥哥将进入终极抢位战，与竞演组的哥哥抢夺最后4个总决赛的席位。